大家好，我是露露。今天呢，我要来抢救大家的塌塌臀，也就是下垂的臀部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把双脚直立站在地板上面，然后双手叉腰，好，慢慢的把一只脚往后延伸，把重心放在另外一只脚，然后慢慢后面这只脚呢，慢慢的把它弯曲起来。好，然后把你的膝盖再往上提高一点点，你会发现你的臀大肌有一点点用力。好，这个时候是在紧实你的臀大肌，也就是预防你的整个臀部下垂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放松。OK， 每天做5到10次。好，再次吸气，然后慢慢的吐气下来。鼓励大家每天10分钟的练习，就可以拥有完美的臀型哦。